相关的法红法政府真实不主张。请冯瑞卿第一副主任颁奖，少林英九关主席林永烈师傅颁奖。冯瑞卿师傅，少林英九关主席林永烈师傅颁奖。多谢冯瑞卿。今次请张宏征副主席颁奖，陈式太极拳黄志明师傅接受。有请张宏征副主席。太极拳黄志明师傅。黄志明师傅喺度吗？快嚟紧。多谢。跟住请陈建南副主席颁奖，以胡普及啦，陈德全师傅接受。贵心副主席颁奖，全真乐融派武术班张永红师傅接受。好，多謝下，請梁鴻基副主席頒獎，華廣深綜合八法團班謝可由師傅接受。好，多謝下。有请任顾文副主席颁奖，八卦泉州六班李孝全师傅接受。好，多谢晒。有请黄丽欧副主席颁奖，桃花年永春全班文子谦师傅接受。文子谦师傅，有请文师傅。好，多谢晒。有请罗国强副主席颁奖，迷踪罗汉团班关唐利师傅接受。关师傅，系有请关师傅。好，多谢晒。有请陈德全副主席颁奖，富式八卦拳班赵培老师傅接受。多謝晒。有請湯兆聰
副主席颁授蔡李佛同担朱兆基师傅接受。有请朱师傅。朱师傅请到台前接受我哋嘅颁授。朱兆基师傅，系如果朱师傅行开咗嘅，系咪梗系打嚟嘅？系真上台啦！唔该，多谢晒，多谢晒，请坐坐，请坐，多谢晒，好。哦，系啊，先啊，我哋咧有一个特别颁授形式喎，就你负责嘛。有请我哋嘅主礼嘉宾立法会议员，佢系负责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处嘅马洪国先生，上台接受我哋嘅礼仪晚会，请文化处主席代表致辞。我请主持人。好，我哋好多谢马洪国议员，都辛苦晒我哋啊陈主席啊。好啦，而家咧就话咧，翻过呢个超级大会议，有请我哋嘅马洪国议员咧，继续为我哋颁发。啊，请刘锦华超级大会议员，刘锦华超级大会议员。马议员请立正，跟住请胡立超初级教练接受。多謝馬議員請坐坐，跟住就係請黃國海副處長為我哋頒獎，請胡立超初級教練接受。請洪國斌初級教練接受。郭坤師傅，請請洪師傅。多謝，請立報。繼續請關錦芬師傅。關錦芬師傅，請關師傅。请坐，请坐，坐下，请坐。好，咁而家我哋向嘉宾致送纪念旗，有请冯瑞娟第一副主席致送俾中联办九龙工作部黄国海副处长接受。请两位坐坐，有请。张洪清副主席致送纪念旗俾广东精奥体育会招德康会长接受。辛苦晒，请两位坐坐。有请陈建文副主席致送纪念旗俾澳门精奥体育会梁宗明会长接受。
两位嘉宾在座，有请市卫生副主席咨询，纪念期俾上海职务体育总会薛海荣副会长接受。请两位嘉宾在座，有请梁鸿基副主席致送纪念旗俾马来西亚关丹精奥体育会会长陈美成复生接受。黄会长接受，有请黄会长，请到台前接受我们的纪念旗，有请黄会长。
多謝兩位。誒，女士啊，係，原來我哋都有幾年揾我。係啊，咁辛苦你先啊。唔係，你出嚟接接接先。好啊，好啊。誒，已經第一次俾你資訊俾你準備，但係會輸又再翻出嚟。咁跟住落嚟咧，我就宣布我自己，徐广能先生都出嚟接受紀念品。多謝多謝。啊，我哋可唔可以用熱烈嘅掌聲俾多次我哋阿大聲啊？好，咁大聲，我哋又翻回工作崗位啦嚇。受嘉賓致送紀念品，我哋有請上海職務體育會薛海榮副主席致送紀念品嘅，由我哋陳百強主席接受。有請兩位。各位來賓、各位武術界朋友、所有嘉賓同埋我哋今晚嚟到嚟臨主禮嘅嘉賓，大家好！我本人代表精武體育會，代表
代表咧就多謝大家今晚莅臨指導，使到今晚咧生息不少嘅。今晚酒肥菜薄，咁咧就希望大家唔好見笑。咁咧就今晚表演功夫嗰啲師傅咧就係非常之落力啦。咁我哋都喺呢度多謝佢。咁希望大家身體健康，永遠幸福快樂。多謝。多謝曬。多謝羅國強副主席。跟住落嚟咧，就係、是、拍照留念。第一張相咧，就各位主禮嘉賓同埋總區嘅政主席同埋會長合照嘅。咁請各位主禮嘉賓同埋總區嘅政主席同埋會長影一張相先。Sam 啊，正話咧，我哋大會上司咧就喺我耳邊咧就講咗一個少少嘅請求，因為後邊嗰行咧就希望你哋企起身，因為驚影影你哋唔到啊，俾前面擋咗啊嚇。係啊，係啊。台上面的所有的嘉賓，好啦，跟住咧，第二張相咧就係、是、請主禮嘉賓同埋本會全體嘅董事合照，請本會全體嘅董事咧一齊到台上合照。好，請各位董事請移個步到台前，嚟一張紀念性嘅大合照。大家行快少少，可以動作快啲啊！係啦，影埋幾張相咧就成咗排面。係，大師兄，一到咗呢個環節，我哋兩個都開始輕鬆啦嚇。咁影完相之後咧，我哋仲有好多精彩內容等大家嘅。第三排企第二位嘅卡拉位。嗱，咁我講句比較係通常講嘅嘢啦嚇，揾食啊嚇，即係千祈唔好俾前面嗰個遮咗自己喺個卡拉位嗰度。咁如果後邊真係擋咗，摸低少少，係如果係，係啦，冇錯，啱想講師兄，即係師兄搶我站，講笑啊，因為而家我輕鬆啲啦嚇。大家講一個英文字，咦，我笑下，咦，好，師兄，好啦，第三張相咧就請各位表演嘅嘉賓、武術界嘅前輩、各位嚟臨嘅嘉賓、所有學員咧嚟一張大合照。啊，咁呢張大合照咧就一定要指導一下啦，因為咧就有前有後啊，有前有後可以坐低，亦都可以坐喺台邊嘅。係啊，係啊，嗰個排名得分先後㗎嚇。咁有請咁多位表演嘅嘉賓前輩，係請到台前影張大合照啦，可以動作快啲啊！係我哋表演出武林高手嘅動作好唔好啊？請到台前啊，唔使客氣啊！呢張合照咧係好難得，好有紀念價值噶嚇。係，請各位正話蔡李佛班嗰班友快上嚟。蔡李佛嘅，蔡李佛快啲上嚟，唔係就翻。然後跟住咧就係詠春嘅，啱唔啱啊？洪拳嘅嚇，全部請到台前，唔使客氣噶。咁我哋影完呢張合照之後咧，我哋就食飯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嚟，快啲好唔好？一二三，如果係需要可以坐前邊嘅，係啦。啊，後生嘅，後生嘅就可以坐低，係啦。小朋友嘅可以擺個 pose 添，仲係嚟啦，唔好客氣啊。前邊，前邊。係啊，唔好客氣啦，係啦。中間，唔好企側邊，嚟，唔該，係。中門，嚇，各職務門嘅職務門，啊，各派各 ，OK， 提未？阿劉師傅，你入出嚟啊！我使唔使拍個咪叫叫人啊，朱師傅？咁其實阿師呢張我哋都可以影喎。哦，我中意啊，我都係中意啦，同咁多武林高手合照得啦。因為呢張係大合照啊。
我講完我咁樣啦，咁我就領導啊。大媒體影影翻嚟。好，我哋嘅各位嘉賓，多謝在下啊台下嘅攝影師，為佢哋影咗咁多靚嘅相。好，請各位嘉賓，請沿玉道，係啦，就坐啦。